得这次 DFC 的最困难的就是制作影片的过程，因为制作影片的过程还要裁剪，还要把音乐的部分用进去，所以觉得很困难。虽然是这样，但是我们还是努力的把它完成了。就是做 DFC， 虽然我没有付出的很多，可是还是有帮到一些忙。然后呢，然后在这个过程中，有一些就是怎么讲，就是有一些困难度，可是还蛮好玩的。然后呢，然后也可以访问到很多人。可以访问到很多人，然后也可以询问很多人的意见，所以也蛮好玩的。然后也可以参考别人的意见，看合不合理。DFC 活动里面，我担任的是摄影师这个工作，然后呢，很高兴可以帮到小组的忙。这次我们想解决的问题是八点来上课，因为我发现很多学生都有睡眠不足的问题。然后希望能解决，虽然我们在里面经历到很多挫折，但是最后我们借由老师的鼓励站起来了，希望我们这次可以成功，然后也希望真的可以帮到大家的忙。我们访问了很多不熟悉的人，不认识的人，虽然他们有时候会给我们不好的脸色，但是我们还是坚持下去，然后最后成功了，当然就是满载而归，很开心。然后，最后我想说的一句话是 ：Yes, I can。